这是一只非常硬气的僵尸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它都不会放弃消灭植物的决心。看来是豌豆射手吐出的钱袋感化了僵尸，让他们迷途知返。那么面对这么硬气的部下呢，僵王自然也是不甘示弱，派出了胆小如鼠的二姨，非常害怕的举起了坦克车，一脚踩了小推车，跑进了我们屋里。操，我必须承认，这二姨确实很强，但你再强，有我950阳光的机枪牛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植物的最终武器，一旦种下就会产生非常恐怖的好多钱袋，哎，直接让硬气的僵尸们全部回家。那至于少部分抵挡住诱惑的僵尸呢，就多到看不见的豌豆子弹物理感化，让僵尸迷途知返，这就无敌了啊，同学们，这要怎么说啊？哼，僵尸啊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不行不行不行，别碰我的机枪！啊，机枪痛，太痛了！哎，等等，怎么连整个草皮都清空了？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啊？你他妈！好，这里是花生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僵尸非常公平的植物大战僵尸前吧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。花生会在开学前进入爆肝模式，那就和大家开头看到的一样，我们的机枪简直是猛到不行了，所以在面对泳池关卡的时候，我就弄了一套以机枪为绝对核心的阵容，数量庞大的向日葵指挥官产生阳光，用最短的时间能够造出机枪进行作战，而多余的阳光咱们就用灰烬植物打击像二爷这样的变态僵尸，思路非常完美，但现实非常的残酷，最后变得冰车僵尸直接化成喷射战士，憋不住的连环炮弹长驱直入，直接把草坪炸了个底朝天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过分了吧，会发射几个炮弹真当自己了不起了，总区区一个冰车，你在跟我虚张声势什么？再来一局，老子和你硬刚。重新调整一下，面对这个不讲道理的冰车呢，硬刚是不对的，我们要有计策。我直接把植物种成这样，一五行机枪输出完全足够打击所有的僵尸，池塘里呢种下向日葵保障阳光，二四行啥也不种，防止冰车僵尸的导弹伤害到我们的机枪。这个阵容太优雅，我只能说还得是我技高一筹。我是不是忘了在冰车来的时候种点一套炸弹什么的呀？第一次25阳光可以扎破轮胎，nice， 有了他还怕个屁的冰车，可以死，你在跟我虚张声势吗？啊，怎么还是个移动第一次啊？哎，怎么还在掉血的呀？挂了，大哥，你是个第一次，你在那里穿什么呀？还把自己撞死了，确实是不争气啊。但还好我化身技高一筹啊，在没有一颗植物和小推车受到伤害的情况下，就无伤打过了三管器，获得了火炬术。不行，操，脸皮还没那么厚。那这个火炬树桩就更是重量级，种下之后会一直移动。哎，右键它会发射火球，非常好用。Nope。什么意思？穿过去了，小 bug 不要在意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树桩一直移动的话呢，就不会被僵尸吃掉。啊？这，小问题。大家要知道，火炬树桩真正的作用是什么？它既不是发射子弹，也不是上下移动，而是点燃豌豆啊，对吧？其他功能呢都是花里胡。啊？不是，这没点燃啊。哎，上面的怎么点燃了？啊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？我得多种几个研究一下。这个点燃它是通过什么途径判断的？就至少可以排除是跟火炬树桩有关的吧。注意看，火炬树桩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它想漂移就漂移，不想漂移就原地蹲着，有时候碰到僵尸还会原地站立防止自己被吃，这也太恐怖了。关注 UP 主，下期带你看会生儿子的高坚果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会生儿子的高坚果。哎，生出来了，就是不太对呀，这大哥，你生的为什么是个僵尸啊？那一晚你和僵尸到底干了什么呀？不过我们的小坚果僵尸呢还是有点用的，一定程度上帮我们扛了不少僵尸的攻击，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，最终是打过了3-9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干嘛呀？在踌躇什么？你们还玩不玩游戏了？哎，火爆辣椒给我炸啊，给冻住了。然后呢？哎，不是樱桃炸弹哈啊。这时的花生陷入了沉思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。南瓜，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讲说修复了巨多的 bug， 我为什么还是碰上了呀？哎，这不是我的体质原因吧？不是吧？那愉快的重新战斗后呢，我们非常轻松就打过了白天勇士关卡。
哎，都说了不要放吃鸡画面，显得我很菜啊！谁剪的？谁剪的视频？会不会剪？原来是我自己。黄毛僵尸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花生最讨厌黄毛了。除了我以外，那我们看看它的作用吧。它可以把僵尸聚到一起。哎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一个樱桃炸弹不都歇逼了吗？对吧，哥们，你简直是个副作用，就剩个光杆司令了。哎呦，怎么还卡了？哦，又动起来了。哎，你这个行动轨迹不是很正常啊？送个魅惑菇给他。不吃是吧？喜欢跑，一个樱桃炸弹。嗯，不是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，大哥？哇！你他妈！上来就来这么多吗？我这还没就，哎，我这蘑菇怎么回事？我这个蘑菇疯了，你们看，哎，它疯了。然后碰到这二爷，不用怕，咱们直接大嘴花，轻轻一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二爷呀？炸一下 ，nope。哎，不是，他是会复活的，还有五条命是吗？哎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哇，我小瞧他了，他怎么这么强？哎，烧了，啊，他手推车都推不死，啊，他被小车子推了之后，他复活了。我想想怎么克制这个二爷，用这个土豆雷，他可以疯狂的电二爷。啊，咱们这关的输出主力就是土豆雷。土豆雷中一个，用土豆雷的强大火力干掉二爷啊！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之中。二爷来了，二爷来了，咱们先放一个这个土豆雷在这儿，五香蛋在这儿，然后用这个电他，再电一下，再电。哎呦，这个二爷真的好难缠。这是他的第一条命吧？第二条命，哎，他们这你们这二爷怎么还在一路的呀？这二爷，你们干嘛老在一条路上？再中一个这个土豆雷，现在五个土豆雷可以发射这个闪电攻击僵尸，然后注意二爷的位置，第五行有个二爷对吧？咱们这里先控一下场，哎，然后再点一下，哎，这怎么后面还有个旗帜僵尸？哎，这怎么在召唤二爷？什么鬼？哎，他在召唤二爷！哎，别来呀！怎么这么多二爷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二爷太多了！哎，不得把这个旗帜僵尸干掉！哎，不行，喂，这怎么办？哎，这旗帜僵尸不死，这二爷无限出来的呀！完了，这小推车没用的！哎，这小推车推了也没用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这什么？这算过关，算没算过关？啊，过关了！什么鬼？二爷来了，又是你二爷！哎，我现在觉得这个阳光，这个阳光菇的效果不是很好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这次要出大问题！啊！他是给的是这个东西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在长大的时候会给一个这个小喷菇。哇，给这么多吗？哇，这阳光菇好强啊！啊，还给一个自己，这阳光菇特别强。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好吧？哇，给那么多阳光菇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牛了！来，咱们现在全是阳光菇。阳光菇长大，哎，怎么感觉格子不够用了呀？不对呀，这不对呀！这也没人跟我说格子会不够用的呀。其实僵尸在这一路，咱们先炸一下它，然后不要慌，大嘴花吃它。哎，它卡在这个位置了，咱们大嘴花吃不掉它。哎，完了，过不去了，一定要干到这个骑士僵尸，咱们才能赢啊。他，哎，这多少个二爷？完了。好难受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哦！